对，绝育基本上就不会再叫春了啊，也不会得子宫蓄脓，也不会得前列腺癌，不会得好多好多毛病。看看南瓜的小爪，我们来斗鱼3个月左右了，从最最开始完全没有人看，十几个人看，几十个人看，到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小爪。哦，不愿意了，不愿意了，哦，不愿意了，不愿意，戴我头上好不好？南瓜呢？不害怕，南瓜在我头上还在咕噜。来来来，给个正脸，给个正脸，站好了，站好了，往前一点，往前一点，给个正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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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站好，自己站好。哦，往前不行，往，好像不行，能拖着，只能拖着啦。前面太滑了，估计往后比较蹬得住。你看，往后就蹬得住，往前就不行。怎么样？猫让去指定地方大小便，把猫扔在猫砂里跑两下，它就知道在哪里上厕所了。猫咕噜是怎么回事？猫咕噜就是很爽啊。绕圈扫，假发拿掉了。不是，猫上厕所的话要把尾巴翘起来的，母猫都是要翘起来的。今天有人说我变丑了，有人说我变漂亮了，什么鬼？脸变丑了，鼻毛漂亮了。你们是来看猫的？渐进很久的，我们以前就训练过泡椒，成功是成功了，但是后来和别人一起种，和别人一起住了，就没有让它再继续在马桶上上厕所了。鼻子不是假的，天生的，强生的。从小准备放录播啦，对我们感兴趣的可以点个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2点会玩游戏哦，下午的时候会直播猫咪的日常生活，然后还会有录播放。晚安，南瓜哥。PC 玩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帮我二关的，对，上次玩启示录二第一章，现在试试看启示录二的，这个，启示录二的第二章，话都不会讲。PC 也要手柄的呀，PC。我们。等会儿吗？哦，可以开始了，那我们今天就搞，开始搞了，开搞，开搞。好的，好的，我觉得可以把两个启示录，我们今天用这个PC 玩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二的，对，上次玩启示录二第一章，现在试试看启示录二的，
这个啊，启示录二的第二章，话都不会讲。PC 也要手柄的呀 ，PC 也要手柄玩的呀。啊，你有没有把中间打电话的给切掉？你们俩说波多野结衣，我知道他是个演 AV 的，但我从来没看过他，那很长。那 PC 瞄准好一点。萌萌。但是我现在我们 PC 也是用 PS4 手柄玩的，因为我今天研究了一下，它 PC 要是用那个。你对着那边说。啊 ，PC 你要双打的话，你要同屏分屏双打，两个人分屏双打的话。即使是 PC 版，你也必须要有两个手柄，明白了吗？应该问怎么加入第二个手柄。加入第二个手柄啊，你首先要有两个手柄对吧，然后在你进入游戏以后呢，一会儿那个第二号手柄按 start 键它就会自动出来了。咚咚，上下根本不是一个画风，因为上面加了特效。你这个是偏红了呀。哎，你这边是偏红了呀。我知道。I'm here, baby. Please be alive. I don't have any guns. I'm here, baby. Please be alive. 摸你胸吗？是吧？摸你啦。怎么就成摸你胸了？一个礼拜不玩就成摸你胸了。不要笑，严肃点。抠鼻屎的时候要躲到摄像头镜头外。不要转过来呀！哎呀，不要这样呀，上下画风不一致的，不能一起抠鼻屎的。哎，这是谁啊？怎么换人了 ？Ace, the bastard, whatever. Yeah. Where life begins. 没怀孕，不许说我怀孕了，没怀孕，只是胖而已。他敏捷的身躯就咚咚咚一跳，长得跟你似的。你这个镜头怎么这么红？ Thompson's. Yeah, I'll be examining this. Oh, Paul, Keith. 这不能，这张不是控制 Claire 了吗？这个大叔长得有点像我呀。你们认真看游戏啊，不要看右边的那一竖条，认真看左上角这一大块。不是克莱尔吗？哎呦呦，太帅了。Gabe， 好丑。Redfield， you're alive. All right, get up. 我怎么觉得这几个男性要便当的样子呢 ？Come on in.Newbie's okay too. Well, I knew it was you guys. 不是声音大点是吧？ Any requests? 什么好丑？我说好丑，我说 Claire 好丑，但是 Claire 做的超丑。就是说克莱尔已经逃出去了，那巴瑞去救人救了个扑了个空了，等于对啊，他们不是到那个灯塔了吗？我眼睛是不是歪的？你高地耳没办法的。高地耳是什么鬼？高地耳是什么鬼？不，这 Claire 做的特别丑，我就觉得。哎，他们怎么换衣服？我的衣服有点屌。这是 DLC 带的衣服呀。哦。怎么走路来着？我忘了。Thompson's gone too. 哦哦，我要按 start 键是吧 ？Start. 哪个是 start 键？这是 option. Sometimes you have to make the hard choice. Come on, let's see what's in this building. 你下面，我上面啊，不要看错了啊。哪个是跑？
啊，这个是跑。这次上次我们打都没怎么用闪避啊，你闪避自己闪闪。哎，闪避怎么闪？啊，闪避是按圈，按圈推一下方向闪避。跑步是哪个？啊，按叉是跑步。好了好了好了。你有武器吗？你没有武器是吧？你只有瓶子。